什么是佛教啊？我们从这个角度讲。首先啊，佛教就是等于是佛学啊，佛学跟佛教就是差不了，差别不是很大。佛教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创建的一个教育，叫做佛教。啊，释迦牟尼佛创造的一个教育叫做这个佛教。那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人啊，还是造物主啊，还是一个神仙，还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佛教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人啊，那佛跟人有什么关系？那他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从这里开始讲。简单的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平故事有很多这个有《大藏经》里面呢有专门讲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故事然后后来的人编写的这个佛陀的故事也很多的。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简单的说，释迦牟尼佛他不是造物主他不是造物主，他不是万能神他也不是上帝，那他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所以呢，他也不是神仙，他是人，不是神仙不是天人，他就是一个人。那释迦牟尼佛他什么时候创建了这个佛教呢？这个方面在佛教界确实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这个说法这个年份释迦牟尼佛是那一年这个诞生那一年圆寂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佛教节就将2500多年前那这个2500多年是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的一种说法就是2500多年。然后呢，藏传佛教里面呢还有藏传佛教比较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2900多年有2900多年这样子。那最近在这个有些地方发现考古学家就是发现了一些佛教的这个寺庙就是2600多年前的佛教的这个寺庙，我们网上就看到一些这样子的信息。但是到底是不是2600多年这个准确不准确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话，那2600年前的时候已经有了寺庙这样子的话，佛教这个就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了佛教。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话，那佛教肯定就不是2500多年了，那就佛教至少就是2700、800年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具体的呢，就是佛教界本身就有比较多的这个不同的说法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去肯定哪一个是最准确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去研究，进一步的去了解那就是在这样子2500多年或者是2800、900年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教育体系这个叫做佛教。